早那时候可能是洗澡那个电影吧，我像99年左右，99年可能来的好莱坞，那时候也是参加电影节啊，包括这个美国的发行啊，做一些宣传的事儿。今年比如说这个《冈仁波齐》啊，其实也在美国发行，作为中国电影来说，本身也可以走到全世界很多国家去啊，然后包括美国这样大的一个市场，它其实也是需要非常多样化的这种电影。
办下去，然后坚持的办下去，是，同时这个你得有这个权威性，是，人家还真愿意，你真的从这个里边慢慢的可以推出一些好东西来，对，那可能对那些小孩年轻的他就会特别想参与。Thank you.